天气真的好热，怎么这个时候还停电了？那我们快去泳池玩玩水吧，那应该能凉快一点。夏夏月月，快来玩水呀！看我深水炸弹！琳琳，小心点儿。我们怎么来到了这里呢？刚才我们不是在泳池那里吗？怎么突然到这里了？不过这里好凉快呀。玲玲，我们本来不是出来玩的吗？你怎么回事？变得好奇怪啊。我不知道啊。算了，我先玩一会儿吧。不许动，把你们的小秘密都讲出来。夏夏怎么办呀？月月好害怕。赶紧把嘴闭上，吵死人了。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的。玲玲，你可算是醒了，吓死我们了。啊，不对呀。我记得刚才还在草地上，还有一个长相好奇怪的女人在威胁我们呀。玲玲，你该不会中暑梦到幻觉了吧？你在泳池那边晕倒了，睡了好久才醒过来的。原来是梦啊。